Morning。哎，早安。Good morning。Good morning。我听说这两天要在那边打工，所以你再拜拜。拜拜，祝你平安。没有听说我们的节目很辛苦，有一点困难，有点困难，对，也不会很困难，但是会让你玩得很过瘾 ，OK， 很开心。对，我们现在来的地方是中部的彰化八卦山，八卦山，我没有来过哎，我不知道台湾有这么大的菩萨吗？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，八卦山的大佛是很多台湾人从小的记忆，对台湾人来讲，它就很像早期的101，它是一个地标，它是中部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区。今天可能还蛮应景的，算了，今天一早来，上次额头就被钉了一个。还有吗？我今天特别有感觉，我跟他有连结。对，你跟佛祖有一个连结，有诚心的来拜佛祖。我有点痒痒的，我有 feel， 很有 feel， 有 feel。彰化我们是第二次来，第二次对。上一次好累哦，上次好累。我们上一次一开始就搬了搬一顿，一人一顿 ，one ton of rice。法比欧在喘气，他刚刚有喘口气。我觉得法比欧这个身材太好了 ，OK 了，对，加油！那也很谢谢你。听说法比欧两年没有来上过通告节目，对，要很谢谢，真的很谢谢你，选择我们的节目来参加，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会让你很难忘，很开心，好不好？一定会难忘 ，OK， 忘不了。你有吃过肉圆吗？彰化的霸丸，台北也有霸丸，对不对？有。但彰化的霸丸比较多是用炸，外皮处脆脆的。然后彰化还有什么美食呢？控吧，对，控肉饭，彰化的控肉饭，我没吃过。其实中部的饮食，我们两个觉得是大概台湾是最好吃的。我也觉得，但他现在只是用好吃的食物来让你开心，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重点。一天下来都没得吃。对，我们可能都一直在打工，所以这个先好好打工，再赚钱，再来吃饭，是这样吗？这好像是，通常是这样。对对对，聊到那个美食，对，想吃美食，那我们就来进行。福利挑战好美食，这个福利挑战呢是让你们呢今天先一个轻松的开始。哎呀，对，太好，轻松。福利挑战过的话，我们就先喝个咖啡，再来今天哎呀 ，OK。因为今天法比欧，对，法比欧是法国，对，法国浪漫，要有一种这个异乡的这种气质在。所以早餐一定要搭配咖啡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舒服。谢谢，因为今天有你，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一个浪漫行程，不会太苦，应该不会太苦。OK。福利挑战呢就是默契大考验。默契大考验，看三位型男有没有互相之间的默契。OK， 你一个人发给我们这个干嘛？对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为了防止你们在中间交谈，然后呢串通。一定要吸这个吗？我不能吸大拇指吗？这还蛮还可以吗？是，怪怪的。如果啊，对。所以我们第一关是要抓数量，对，听到哨音后就开始，开始，我们现在来数一下三位的球。哎呦，可纳先，我有六颗。可纳六颗，我六颗。你几个？我也是六颗。六颗。你也六颗吗？嘿，一二三，二四六，这多一颗，多一颗啦！我拿到了七颗，七颗。好。所以第一 round 就没有成功。什么？不是，我把这一个吞掉，来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不可以算？不行吗？好不好？算。进行第二 round， 第二 round 取的是颜色，准备。颜色嘛，对不对？乖哦，没事。我哥哥，我哥哥不妙，不用啊，我哥哥不妙，我比欧跟
谁拿什么原个？一、二、开！哇！哎，不是，又是我。那，恭喜我答对！哎呦，默契有默契，因为我选跟我裤子一样的颜色。那个时候我跟我眼镜一样的颜色，蓝色好漂亮哦，哇，跟我衣服一样，跟你衣服一样颜色，哇，蓝色耶，这样可以吗？三位呢，然后颜色可以喝咖啡吗？走走，去喝咖啡，去喝咖啡，来走吧，我们去喝咖啡 ，OK。叫我们来这边喝咖啡是吗？这么简单吗？喝个咖啡？哦，这是画室吧？哇，它后面都是拉花的土哎！哦，每一杯都是拉花。陈明雄老师叫 Jimmy， 厉害 ，Jimmy 老师。哎哎，有哎呦，怎么会有我老婆的照片？哎，哎，他这个是画他们的像，对啊，哦，自画像哎，是吗？拉花可以拉成这个样子哦。我们去找老师好，好吧？我们去老师，老师就在那。老师，哎，早安，老师。老师你好，请问你是陈明雄老师吗？是。你好。我们来录那个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我是李李人巴比欧肯纳。你好，我刚好在画巴比欧啊。哎呦，真的哎！哇，完成了。对，哇，巴比欧好帅哦！你这张照片好帅哦。本人也很帅啊。哎，咖啡的都很帅哦，这全部都帅。哎，咖啡哥不敢喝哎。对呀，等一下，这个画几个小时？这个大概画三天吧，五分钟，十五分钟吧，大概十五分钟左右。哦，所以你本身就有画画的底子，喜欢画画，然后再接触到咖啡，对，然后就把拉花跟画画结合在一起，结合，对，做一个尝试。我一直看到这张照片，一直被这张照片吸引，还有你的画，因为真的太像了，而且把比欧他的眼神画出来了，是迷人，巴比欧那个迷人的眼神。对不起，老师，那个他的眼珠是蓝色的，你有没有感觉？多几个蓝色的，画到很细节，真的。你要喝一般的咖啡吗？还是这个一定要用我们一般的拿铁咖啡来画？哦，拿铁必须有奶泡，奶泡就是我们的，就是我们就是周边的这个咖啡呢，我们就把它当成颜料。啊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怎么会有我老婆的照片？因为我去上过。大学生哦，他们三个谁最难画？其实差不多哎，人都很难画。你只要画到人像就是很难画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，这个都是老师的作品吗？啊，这个是我画的最早开始的第100倍到200倍，蜡笔小新，蝙蝠侠，蝙蝠侠，我在练习。对，哇，那这边就是我以前办过展，有5000杯，画到第5000杯，刚好是我妈妈跟我爸妈。哇，那现在就是挑战后面的10000杯。是，你是5000杯多久时间达成？5000杯，我开业2年的时候完成，那时候画的比较多啦，那现在就慢慢比较少，画比较细一点。巴比欧这杯刚好是8702杯，八七，哇，有上面有号码，8702，所以大概剩下1300杯就达到了。最困难的部分是在哪里？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眼睛。眼睛哦，画那个眼神嘛，对不对？可它不就是点一点就好了吗？差那么一点点，有时候整个神韵就。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个眼睛，真的不太一样，你的眼型不一样，脸型不一样，然后那个眼珠传达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，包括我们人的喜怒哀乐，它其实。眼睛就够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不是只有喝咖啡这么单纯吗？喝咖啡，然后我们还要再来挑战一下。画画看哦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这边喝咖啡之外，要来打工体验拉花，当然了，是吗？当然，试一下可以吗？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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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你有拉过花吗？没有。来画个简单的，我们来画个咖啡简单的图案。哦，因为可能你们过去没有绘画的基础的话，要画人像。恐怕要花很久的时间。如果我画法比欧，可能会把法比欧画成马里欧。如果有兴趣，我们待会跟他试试看。那请老师，请陈老师带着我们吧。好耶！谢谢。没有要先喝咖啡吗？这边可以。
老师，这只是一般的奶泡吗？一般牛奶这样子去打，你没有加广告原料下去？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原料其实就是咖啡，就是咖啡，就是咖啡。对，对不起，你的画笔是一支罗赖把来的，不是罗赖把吗？这是锥子，我们一般裁缝在挑一个现用。你的画笔是一支锥子，很简单，一支很简单的锥子。我是用画笔什么的？不是不是哦 ，OK。我们来简单示范一下哈。好。好，首先我们把它沾这个咖啡，然后呢，在上面我们要来画一个咖啡杯。你在画这一杯吗？对。哦，只要沾上面的泡泡的部分就好了。是是是。然后呢，我们照着它的线条，手要稳，所以要持好。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这样子。哎，这个好好玩哦。这个蛮好玩的。这很好，会不会有人专程来你这边？他其实不是为了喝咖啡，他是为了来画画。也是有人会想要尝试看看。哎，这小朋友会很开心啊。小朋友是比较担心说危险问题啊，因为毕竟这个锥子是哦，锥子是尖的。对对对。你把它磨平哟。磨平起来的那个细致度就不出哦，了解。它有些尖的地方可以勾出比较细的线。没错没错没错，我们是靠尖的地方哈去勾了一些比较细的线条。嗯，所以当我们在画比较细的线条的时候呢，我们笔会往上弹。嗯，它就产生很细的线出来，有点像毛笔写字的缩尾。那如果你画错怎么办？可以画错可以改啊，怎么改？可以改。我来示范一下。对啊，比如说我现在画错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拿起白色的，我拿这个线条稍微修改一下，立可白的感觉。立可白，对对对，盖掉就好了。哦，可以这样子哦。对，那我们给毛笔用来先试试看，来，你可以画梨颜。可以画 V 眼，对，哎对，没有错，手靠着这样比较稳一点，可以再把它粘多一点哦，哎对对对对，还要勾起来一点点，对对对对，哎不错不错不错，哎这个有慧根的哦，可以哦，马比有找到工作，可以，多用几次我给你干掉，哦好看，哎不错哎，这个线条真的画起来是，马比会画画吗？对啊，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，哦，看不出来。画画我真的不太行，画画我也，其实就是尝试吧，画的不错，对啊，很不错哎，那个烟画的很好，而且它会往上拉，对，拉出那个最后面尾端的那个细，我觉得它有画画的概念，真的，跟那你来试试干嘛？我想画豆子就好，画豆子就好，豆子可以可以哦，来试试看试试看，豆子应该就是一坨吧，点下去，你一试就知道了，可以沾多一点，万一不够的话，我们就慢慢去把它。那个形状画出来，哎，有样子出来了，样子出来了。那中间那白色线条怎么办？白色我们就用白色，我们用白色去沾，然后在里面多一点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在上面，对对对，就这样子画下来，不要怕，有那个样子出来，有吗？对对对，有样子啦，难免没有办法掌握得很好，不过能够这样子真的是很厉害的，有慧根。好，那个鸟哥，你要不要练一下？讲你等一下那一杯，就是你有练过。收尾，我觉得你的英文字比较好看，它勾不起来的。可以，要慢慢的嘛。啊，对对对，斜一点。这种技巧叫什么？有一个说法叫做雕花。雕花，咖啡雕花。咖啡雕花，对。那另一个就是咖啡拉花。拉花是用倒的。用倒的。哦。哎呦，真的很棒。其实真的很好玩，没有那么难，真的很好玩。真的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你可以坐在这边，然后就安安静静，然后就在那边画画，然后画完画之后再喝下去，我觉得很舒服的一件事。影响的感觉。是啊，好酷哦、喔欸，真的，每个人积极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不要来喝个咖啡？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是用画的，嗯，这是用拉花的方式。哦，哎，拉花，好不好喝？嗯。那你们店的咖啡有什么特色吗？其实呢，来我们店很多朋友都是他们喜欢尝试这个所谓的冷下的咖啡，所以呢，大多数的朋友来到我们店呢，他们都喜欢点拿咖啡来然后自己画。那当然画都是由我们来画。那通常呢，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拉花的方式，是到一个图案出来，比如说爱心啊、叶子啊。好，那老师你可以来示范一下这个怎么样一般。我请我女儿哈，来示范。好，来来到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渐层是靠手跟牛奶的冲击力量让它自己推的力量推出来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我很会讲，但我绝对拉不出来。听不太懂，确实。那你会试试看吗？既然来了，对不对？学这个咖啡厅最拉花师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所以要什么？好啦，我来学一下。杯子要拿斜。斜的。然后牛奶跟咖啡要先融合。嗯，要融合。哦，要先让它融合。对，然后再一层一层往前推。要推的动作。好啦。哦，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上回大概谈完了吗？可以呀。要先呢？猜拳都行，在猜拳吗？我们都是凭运气啊。赢的先吗？赢的先还是输的先？看赢的，赢的最后可以看啊。OK， 先，那输的先，输的先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我先，输的先。没有，没有，还有我们没用了。剪刀石头布。哎，那我最后第二。OK。这有点烫哎，拿奶，然后融合奶，融合奶，融合奶，融合。我什么时候开始下泡啊？融合差不多就可以开始往前推了。我还没有泡，我的泡没有出来。哎，我没有泡，我杯子要满了。等一下，我没有泡。Wait, where's the 泡？我没有泡，我没泡，我杯子满了啊！没有泡，我泡最后就来这一口。不简单，不简单。为什么我的泡没有？对，为什么？可能是奶泡，就是刚倒的时候没有在水柱再大一点。哦，量要多一点吗？对对对。所以我的。哦，我的泡还在杯子里，啊，我没有把它倒出来。哦，所以你要把下面那个牛奶倒完，对，才哦。好像我太温柔，所以牛奶出来，但是泡泡一直留在那，所以我没有把那个泡倒出来。OK， 牛奶泡就在这里。这我走那种 abstract 路线， abstract。你给我压力很大，这有感觉，这有一点抽象感。哦，他有先敲过哎，他会。我的滑。哎，你真的有倒出奶泡出来了？不一样，这是发色的，有样子啊。有很好看哎，像羽毛。对呀，羽毛，好好看哦。这不错，这好看，这好看，这好看，是很像一种植物或者是羽毛的感觉。我觉得像一个羽毛。对，它奶泡真的不好倒，是吧？不好倒，倒不出来是吗？杯子要打斜，就是超。哦，杯子斜你就可以。对。哦，所以角度要大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果然最后一个是有优势的。来来来来，好，开始。一层一层往前推，杯子要打斜一点。这有像小鸟，我觉得这样不错。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好烫哦！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哎，不是这个，这个怎么会这样？龙头，这不错，是吧？龙的头，哎，很大。这是对啊，是叫解梦吗？龙龙龙啊，龙龙，有个龙，那羽毛比龙龙。来，这是什么？然后来，这是一个，对不起，可大，我忽然词穷了。老师，对不起。老师，你觉得他这一杯是什么？这杯看得出来吗？我的感觉，我把我的感觉全部投入在这，真的，他是很有感觉的。我没有感觉。你感觉我们频率不一样而已。还不错，对，还不错的感觉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对，可能他这一杯叫还不错。OK， 我们台阶下了，台阶下了，下一步。所以我们这样算及格吗？一定都不及格的。但这个真的很难啊！你应该有拉花的经验吧？我之前住英国的时候，我去打工，然后到一个咖啡厅在拉花。哦。可是后来跟丹门说，我就想要做巧克力而已。就是拉这个花，然后那个老板说你不能够再拉花，然后就说因为我只想做巧克力，不想拉花，所以就被败了。好，你们这样有算成功吗？还想可以吧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跟我们专业的哦比起来是差多少？这样我觉得反正用
画的那个技术很蛮简单，但要画的好，不知道啊，我会，因为你可以画简单的说的。你有看到我们拉的作品？有啊有啊，对，我喝完了，你看得到。故意，老板来，赶快把自己的拉花喝完，不想让你看到。你觉得今天自己尝试的结果很满意吗？我们现在在读联系，我们现在在串联系，会吗？我们现在在难过。好，那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还不是那么满意的话，我会建议你们可以到下一站去。下一站，老板要体验，老板要赶我折磨自己，不是太逊，因为我们彰化有太多好玩的地方，彰化彰化真的好。老板，我们下一站，老板介绍我们去哪里？多到各个地方去走走，在花坛那边，离这边没有很远哦，有一个蛮不错的砖窑，砖窑厂，就是做我们那个砖块，可以尝试看一下。你看老板对我们都不满意。好像这样子啊，太烂了。我们做不来艺术的，你不是做苦力啊？不是这样子啊，不是这样。这个是因为彰化的特色很多，你若只停留在一个地方，太可惜。法国的建筑有很多是用红砖盖的吗？我家乡，图鲁兹。图鲁兹是红砖？红砖啊，红砖，对，很有名，很有名，真的。因为那个我的城市的另外一个名字是粉红色城市。粉红色，因为所有的建筑都是用。黄砖砖来做，对啊，所以整片看着就是对，因为呢，在南方身上有太阳，对不对？对，是非常好，觉得那个阳光，那个城市看起来很粉红色，很红色。哇，可以想象红色的城市，夕阳这样。是，对。那你有自己做过砖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我没有做过，没有做过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去体验看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我们三个跟你说声抱歉，这是我们打工的历程，我们自己都过不去的这个的一次经验。我加油，因为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啦。我第一次做的时候，老板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我们要去做，好啊，做红砖，做红砖吧。Go, yeah. 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坐在沙发上，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助学家，赶快来订阅哦！